yeah, wow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海伦凯勒品牌代言人王一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伦凯勒眼镜品牌代言人王一博，很开心又和你们见面了。Hello， 欢迎一博。那这次由于特殊原因啊，很遗憾一博不能亲临现场，所以我们采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和大家来互动。那一博这一次的全新代言和亮相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海伦凯勒2022年的新品眼镜。那在这一次的新品当中，有哪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呢？每一次海伦凯勒新品上线，都会让人充满惊喜。而这一次，更以别致的设计理念，自由穿梭于时尚高街与日常生活之间。是的，那这一次合作当中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无论是光学眼镜还是太阳墨镜，每个人都能佩戴出与众不同的风格，因为每一款海伦凯勒眼镜都隐藏着无限的时尚可能性。是的，我们海伦凯勒的每一款眼镜啊，都带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。而接下来海伦凯勒眼镜将会继续坚守初心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看的新品，请继续多多关注。是的，请大家继续关注一博，关注海伦凯勒眼镜。啊，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。那一博最后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直播间粉丝朋友说的呢？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继续遵循自己的内心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嗯，好的，感谢一博，谢谢。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一博。